从十公尺高的超大滑水道急速往下冲，还来不及尖叫就已经到达地面。比基尼辣妹个个吓得花容失色。要不要再来一次？不要。为什么不要再一次？因为好可怕，好可怕。我刚才上面很挣扎哎。走同一道，不要不要，都走同一道。拉着绳索一步一步爬上几乎垂直90度的楼梯，光是让人看了就心惊惊，但也有游客觉得超好玩又刺激。还蛮好玩的。对，要不要再来一次？要。感觉跟一般滑水道有什么不一样？超好玩的，更刺激，更刺激。是今年宜兰头城音乐季在港澳沙滩开跑，这座号称亚洲最大的充气滑水道一登场就超级吸睛，将近3层楼的高度吸引许多大胆游客挑战。它的尺寸是高10米，长40米，一般比较常见的大概就是在7米、6米高左右。好，那所以它的高度都还要再高1层楼，滑下来的速度还也比较刺激，比一般滑水道还要高，从最顶端高速滑下，溅起的水花让人眼睛都睁不开了。为了让喜欢刺激的民众玩得尽兴，主办单位也提供免费体验3天，让喜欢的游客前来试胆，也让夏日消暑又多了一个新的好去处。记者林奕生、李奕璇，宜兰报道。